诸位法师，诸位灵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请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一起念。好，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今天呢，我就没有诵经，也没有带各位禅修，原因是今天我要赶一点点进度，然后所以我们就直接讲经。那我也知道今天是礼拜天，明天很多人又要上班了，又要做轮回中的菩萨，有一点辛苦，所以请我们就直接讲经。现在请看经本，打开来，177页，第18行。昨天介绍到说，东密里面介绍这个修行的方法里面呢，它是需要准备很多的仪轨的，请看幻灯片。所以有人就会觉得说玄密很复杂，其实也不见得啦，复杂是在你的心吧，对不对？但是在密宗里面，不管是东密跟藏密，你必须要有坛城。坛城就是你会有很多的这个供品、佛菩萨，然后按照经文里面呢来介绍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介绍大悲观音菩萨的坛城。待会我会给你看很多师父很不容易收集到的图片。好，所以在东密里认为任何一尊法都包含着五方佛。所以你看幻灯片桌子上面中间有毗卢遮那佛 Vairochana 的根本大塔，然后东南西北中，所以他用不同的颜色，红色、黄色、蓝色跟黑色，中间是白的，这五朵花，然后呢他把它围成这个用五彩五色线。或许在新加坡各位有些可能有机会会看得到，在台湾的话也有这样子日本式的这个东密的佛堂。好，请看经文。悟二，昨天讲三密相应身口意圆满求法分五段，今天看悟二，安置本尊。安置本尊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供佛像的时候，你中间要供一尊主要的佛像。一般南传、北传、藏传主要供的佛像一定是释迦牟尼佛，比如说像净明佛学社，对不对？他弘扬南传、北传、藏传的这个佛的正法，所以他感恩释迦牟尼佛。那有些道场，它中间会供阿弥陀如来，待会会给你看极乐净土，啊，供这个阿弥陀佛或西方三圣。然后有些道场它会供药师如来，比方说新加坡的护国金塔寺，对不对？法照大和尚的道场就是供啊药师三圣，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中间的这个叫做本尊。本尊这个名词，这是佛教里面佛陀讲的术语，就是你最主要修的主要的佛菩萨。那有些人呢，你中间可能供观世音菩萨，待会也会给你看到啊，也有人供呢地藏王菩萨。我想以前呢，你们可能还会问我一个问题，师父，我们家里可以供地藏王菩萨吗？当然可以，对不对？由于东南亚佛教乃至于新加坡这10年20年来佛法也非常的兴盛，所以大家具有政治政见，没有说呢家里不可以供地藏王菩萨的，对不对？啊，还有人跟我讲说，师父，晚上好像不可以念地藏经，谁说的？晚上没有佛菩萨，白天才有吗？所以你必须要有政治政见。所以本尊简单的讲，就是跟你最有缘你主修的佛菩萨的雕像。请看经文，今此曼达拉像周围四方东南西北各五轴梁，中间的曼达拉呢还安置无量寿佛。他告诉你，若你要修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大悲观音菩萨他的老师是无量寿佛。接下来粉布应用底下很多很多的宝物而做的粉，听好，师父这一次并没有想要详细讲为什么这些主义是印度佛教的文化。若各位去有兴趣去印度店 Little Indian 有很多很多的香料，其实有些香料我也不知道名字，对不对？那你们最喜欢吃的香料大概是什么？青辣椒或红辣椒。好，这是底下说在印度里面有些是用植物，有些用花粉，有些用珍宝矿石磨成的各种宝末，好，粉末，然后来供养佛菩萨。所以一般大部分大殿都会用五种颜色，好，五种颜色代表五方佛的意思。好，雾山看胁侍菩萨，好，注意听，在无量寿如来的右手边，佛的右手边啊，安置大士大摩尼宝菩萨。大摩尼宝菩萨其实我去查了一下，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势至菩萨。佛的左手边安置六字大明菩萨，就是四臂观世音菩萨。然后四臂观音菩萨长得如何呢？四臂是他的，就像我们呢非常庄严，皮肤很红润的肉色，然后呢白的地方像清净的明月，种种的宝庄严。那大家知道，待会会给你看图片，先看经文。观世音菩萨的左手拿着莲花乌巴拉花，好，然后代表菩萨的因地六度万恒因果同时，在莲花上会放摩尼宝满众生的愿。右手呢会折着白色的水晶念珠，下两只手会结一切王印，一切王印就是禅定印在这里。所以你请看这张，在民国时代1920年到1930年，那时候我还没出世啊，前一辈子我在 somewhere 呵呵，这样子。那在中国大陆大江南北呢大乘佛法非常兴盛，金刚乘教法也非常兴盛，所以在中国流通非常非常广的就是这张画像，就是有一位上师他在定中真正念六字大明咒，观音菩萨现前。那当时呢要富贵的人才会能照相，所以这上师依他的记忆呢把他用笔画起来，然后最后请人家把他重新画好。所以你看这一张就跟刚才经文讲的是一样的啊，观音菩萨的这个他的呢左手，我们看到的左手哈，是拿水晶对不起，他的左手是乌巴拉花，右手是拿水晶念珠。所以你注意看这张观世音菩萨，他长得是就像人一样，哎，非常的慈悲庄严显现在你身上，这样子。好，接下来那讲无量寿佛跟阿弥陀佛啊，是无二无别的。我上次说过阿弥陀佛是化身佛啊，无量寿佛是报身佛。好，那各位现在又要深呼吸了，在座有些莲友，有些莲友啦，不是全部哈，大部分呢有些人喜欢观世音菩萨，可是有些人喜欢观世音菩萨却不喜欢阿弥陀佛，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呢？在藏传佛教里想说阿弥陀佛是五方佛西边莲花部教主，他的大悲心显现出大悲观世音菩萨度无量的众生，再从观世音菩萨的心中显现马头明王，所以这三个是一体的。我一生学佛出家，也遇过很多在家出家很有修行的人，我甚至有遇过台湾有几位大居士非常的用功修持呢，也是非常精进，可是他喜欢观世音菩萨。可是啊，我跟他讲阿弥陀佛了，说啊，你不要跟我讲阿弥陀佛，阿弥陀经是假的，这是伪经，我不相信。我就骂了他一顿，你喜欢阿弥陀观世音菩萨，你却不喜欢他头顶上的老师啊，这是你的分别跟排斥。对不起，我只讲一遍而已。我们凡夫常常会有自己的分别，就像我相信不管你听显密圆融观音法门有多少次，听久了你才知道庄严的是佛菩萨的显现，愤怒的本尊其实也是佛菩萨的显现。假如你不接受这样的教法的话，那将来你就没有福报听大方广佛华严经，因为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善的是佛菩萨显现，
恶的啊，也是佛菩萨显现，那你就会很难接受。那你就会问师父，请问给浪那些外面的人会是有佛菩萨显现吗？有。那你怎么判断呢？当然他不会伤害你。那请问假如你是大悲观世音菩萨，请问给浪这一区这样的芸芸众生啊，这请问你怎么度他呢？你一定也有你的善巧方便吧，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哈，听经的时候心量大一点，你不接受没有关系，但是请不要排斥，因为佛的境界是广大无边的。当然他的先决条件是证悟空性，所以空中显出无量的妙有。所以你看这个在大乘里面呢，显现的华严莲池海会佛菩萨是这样。好，接下来看到到藏传佛教，这是我白教一位上师送给我的卡佛卡，我把它翻拍的，我现在一直找也找不到。他是阿弥陀佛，看他的右手边，就是我们的左手边是观世音菩萨，可是大乘的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是在右边，也就是说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大乘呢，刚好这两个方向是相反的。可是这里讲佛经，对不对？佛的这个左右两边刚好跟我们是相反的，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呢，画观世音菩萨是在我们看到的左边白色的，右边蓝色深蓝色的是什么？代表大势至菩萨。提醒你，阿弥陀佛红色，观世音菩萨白色，然后大势至菩萨蓝色，红白蓝就配合藏传佛教的身口意嗡啊哄三个种子字的颜色。所以在东密里面跟藏密，你就会发觉very colorful even say little bit complicated。 对，因为它就是非常高层次的观想。那下面呢有八大菩萨，所以中间是阿弥陀佛报身佛，下面你看到底上云端那个地方是化身佛有几位法师，西藏的比丘也求生极乐净土，所以阿弥陀如来也来亲自接引他。那这八大菩萨在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根据，在药师经里八大菩萨也跟这个八大菩萨不一样。一般我用的版本很好记，观音、释智、文殊、普贤、地藏跟弥勒地藏菩萨也在西方净土，然后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还有两尊你可能比较陌生，第一个虚空藏菩萨跟除盖藏菩萨。看这本经的发起者是谁？除盖藏菩萨。虚空藏菩萨昨天我放东大寺的时候就给各位看过，虚空藏菩萨在日本东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本尊，空海大师也是主修观音法门跟这个虚空藏菩萨。接下来你看藏传佛教这就是按照藏传佛教画的金色的烫卡，真的是用黄金画的我把它翻拍的，这是极乐世界净土图。好，现在来介绍日本专心听。本来是这一段我要昨天讲，因为没有时间，所以今天就省了共修先听日本各位若去的话假如你要看古代日本的话，我会建议你到关西 Western Japan， 因为有京都、奈良跟大阪，也是 Osaka、 Nara and Kyoto。 那尤其是京都是历代王朝很多的古都，以及 Nara 昨天介绍东大寺。那在京都我们这次去参访的时候，我刚好是有因缘跟台湾一个佛学院的建筑团去的我关西去了7天，然后关东我自己去了7天，这样就14天花了很多的钱这样子因为日本的消费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高，但是你会感觉日本就是非常的干净，日本人非常的有礼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这样子お元気ですか，对不对我只会学这几句日文而已然后呢到了一个写下来日本京都知恩院，是净土宗的大本山。日本净土宗有一个叫法然上人，法佛法的法，然自然的然，传说他是净土宗第一代祖师，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就跟中国的印光大师是一样。
大势至菩萨也化身中国，印光大师大家知道，东南亚很多人都读印光大师这个所谓的文钞，我自己很认真读过也讲过。可是大势至菩萨也观日本人的因缘，千百亿化身成为法然上人啊，他们是真的叫上人，就是最尊贵的高僧。所以我们就到了这个知恩院里面，非常非常的大哈。过一两天我还会给你介绍呢，知恩院里是中京都里面一个最大最大的阿弥陀佛，大概像我们大殿这么大，我后面大殿这么大，全部是木雕做的阿弥陀如来，就一尊阿弥陀佛，哇，我看到了都非常感动，过一两天给你看。现在看到他的祖师堂，也就是说日本人对于祖师是非常感恩的，尤其是从中国的善导大师传到日本以后，善导大师的影响力是非常大。反而我们台湾呢，有些人呢比较重视近代的明末四大师，可是唐朝的善导大师啊影响力最大，到日本跟韩国。所以请看，现在是净土宗法然上人的祖师堂，大殿全部是木雕的，然后呢，哎，你看完全是木雕而造的，都是木头。那他们木头的技术建筑啊，怎么防地震，还有防水防蛀虫，它都会有专业的处理过。所以日本人对于这个佛教文物的建筑啊是非常的专精的，不然它不会成为东南亚第一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不对，日本人就立刻兴起。我说过日本人呢在大战时间有 70% 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跟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啊。那当时我们有一团啊，有一个比丘尼，他很感动，他就先礼佛，然后我就在他后面拍了。好，你看到他的大殿，他有日式的文化。第一个，他把古代的船方宝盖做成全部木雕，然后上面刻经文跟咒语，然后呢左右有船方，然后呢，然后前面呢。日本人也很重视木头，所以日本呢这个木漆或是佛堂的柜子呢都非常的精致，它是走向精致文化。请看它的侧面，很漂亮吧，真的是金碧辉煌的祖师堂大殿。各位，人家的佛堂这么庄严，你的呢？所以人家有福报啊，知道吗？哎，待会给你看尼泊尔满愿大佛塔，你会发现很多国家不管它进步跟不进步，他对于三宝的虔诚恭敬啊是胜过于我们的。当然对依每个人的福德因缘不同啊，量力而为，他是全部是木雕而且是漆金粉的。那当然因为这个木雕的佛像，所以会有潮湿会有蛀虫，所以每隔三五年呢他们寺庙都会出钱然后维修。而国家也有一个日本宗教局的文化部门，对于国宝级的文物呢国家会拨款，所以他们对于这些佛像艺术会出版会照相去研究。所以我觉得日本人这个民族啊真的是太可怕了，这样像我们台湾也是，不要说佛教，现在台湾的所有的生意几乎都给日本跟韩国全部赚完的。年轻人喜欢韩流，所有的衣服包包乃至于头发假发都是从韩国来的。然后呢你进 supermarket 有一个最有名的叫 Daiso 是吗，哎，什么东西是你们是一块新币还是两块新币，我们台湾也有，哎，进去全部都是39块40块，全部的厨房里啊，就是一个东西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全部都是日本人做生意的。可是我们华人有时候呢，你不要介意哈，我这次去了日本是大开眼界，因为师父虽然读了很多书，但是我是第一次去，所以我也蛮兴奋的。我觉得日本人做事情啊就有很大，举个例子，他供的西方三圣，这是木雕的，哎，有500-600年的历史。举个例子，我做各位师父多唠叨几句，不要介意啊。像我们台湾人，若各位你来过台湾，有士林夜市 Night Market， 我们就卖欧阿米耍，对不对哈？没关系，这不是素的，没关系，就举例而已。那假如我们台湾人呢，就卖啊，卖，下个月就赚100新币啊，欧阿米耍。可是日本不一样，他会留50块起来，再用50块再去投资做 research。除了你现在一种的欧阿米耍，下个月呢它就出现三种，加起来就有4种口味的欧阿米耍。
了解吗？然后再下一个月呢，它就变七种欧阿米刷。所以你到日本参观的时候，它可以一个筷子啊，各种颜色、各种木头，对不对？各种功能，然后呢，整个店全部都是卖筷子店。一个扇子呢，也是整个全部都是扇子店。它是走精致文化，哎，当然是贵一点，可是呢，贵的值得啊。而呢，我们台湾人呢，对吧？东南亚人呢，都无所谓，对不对？有时候我学生也会觉得，师傅你好像很挑剔。我说错，你看日本人做事那么认真。我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他们的火车从来没有误点。曾经有一天，啊，不是我搭的那一班，我搭的前一两天，从 Western Japan 啊 ，Kyoto 到 Tokyo 的新干线 High Speed Train， 迟到两分钟，日本天皇交通部部长五个人站起来跟全民道歉呢，差两分钟而已啊。对，所以我去日本的时候呢，你有觉得他们也是很紧张，你大概前15分钟前就要进去，因为他们非常准时，9点的时候你的火车8点55分就到了，到了以后各个窗口都有人，哎，对不对？お元気ですか？然后需要服务吗？他们各种语言都会有，然后会告诉你位置在哪里，5分钟以后火车就准时开了。全世界哪个国家做得到？哎，东方只有日本人做得到，欧洲只有德国人、日耳曼民族可以做得到，知道吗？你们一直点头，嗯，应该好好去看一看，对不对？好，还有呢，你看日本呢，因为和大家知道福岛事件，对不对？核能发电厂爆炸以后，全国限电，所以我去的时候，有时候 hotel 会跟你讲，对不起，1点钟到3点钟 no power cut， 或是降到呢minimum。所以呢，电扇根本都是停的，可是全国的人他都会配合，他不会跟政府 complain 啊，不像我们台湾真是阿弥陀佛呵呵，太自由了，知道吗？他知道政府为的是大家，你要体谅，没有一个人希望政府都希望停电的嘛，对不对？那讲了这么多，我只想说明说，一个民族它有很多的优点，当它反映在佛教文化里面，包含它的教育、艺术、建筑、历史、文物，都会保留能够500年、1000年。我想东南亚这个国家只有日本，所以叫做大和民族啊，所以我是非常非常赞叹的啊。但是当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的缺点啦，没有错哈，请看幻灯片。所以主持堂里面就会供这个坛城，刚讲中间供阿弥陀如来本尊，还有观音跟释智，啊，非常的庄严，是全部木雕的，这将近有500-600年的历史。好，你看中间啊，对不起，我换了一张，是那刚好有可以这个闪光。然后呢，你看中间万德庄严阿弥陀如来，好，非常非常庄严。当然日本的佛像也不便宜，早期在台湾还有日本佛教文物店，现在因为经济不景气了，好像很多家也关了。为什么？因为呢，大家不愿意买这么昂贵的，它是有些是铜鎏金的，有些是全部木雕的，甚至呢，假如是全部檀香木、紫檀或黑檀雕的佛像，在其经期那就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日本是全世界做佛教里面木雕里面七彩绘金粉的是最棒的国家，而且它可以给你 guarantee 漆了以后保留多少年，30年、50年就不会脱落。要脱落的话，哎，欢迎你来公司，我们继续 maintain service。所以好，很了不起。接下来再看物是天人庄严，讲快一点，请看经文。于六字大明咒，也就是大悲观音菩萨的足下，会安置天人，种种的庄严，右持香炉，左手掌钵，撑满各种珠宝供养三宝。第五，物五摩尼宝瓶，于这个曼达拉的四个角，东南西北，请画起来，就会供四大天王。所以你去日本的寺庙，没有一个寺庙不供四大天王的。一进山门就一定有一个四天王殿，然后呢，执持着种种的瘴气，于曼达拉外的四角会安着四个宝瓶。
贤圣的宝瓶，里面装满金银珠宝、摩尼砗磲，还有琥珀、珊瑚，乃至于翡翠，种种摩尼之宝，代表供养三宝。好，现在你看第四段天人庄严，因此四臂观音或准提菩萨的画像里就会有天人，请看明代的准提观音，它是黑色的，深蓝色的，请看大宝莲花底下是不是有两个天人捧着啊？对不对？有看到吗？各位有看到吗？后面又看不到，可以站起来没关系，对不对？这个就是按照经文画的，就是不管是四臂观音或准提观音，然后下面会有天人捧着大宝莲花，代表护法。有时候画两个，有时候画四个，左上角还有两个，这样子四大天王。那右下角呢，是一个参访的这个出家众来求准提菩萨为他说佛法。在图像上，左右上角两个，下面莲花有两个。我好不容易都尽量找到经文，不然你也不知道经文他在讲什么哈。念过去的话没有很特别意思。再看日本东密的雕像里面，上面呢就不雕种子字，然后下面就叫两个天人撑着这个大宝莲花，代表做准提菩萨的护法。了解吗？所以东密造型里面这叫天人庄严。接下来丁三诚心祈请清见坛城，待会会给你看坛城。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先进入这个曼达拉，就是这个坛城。所以在东密跟藏密里面要你灌顶，灌顶的时候在藏密里面都会要你红一块布，或是要念金刚萨埵百字明，然后进入这个曼达拉坛城。坛城呢是就像大殿一样，已经香花灯果烛布置得很好，所有的眷属就欢迎你。假如你今天来，可是你其他的亲人不能来的话，那你可以写他的名字，然后进入这个坛城的时候，就把他名字呢丢在佛桌上供养，那他也会得到利益。注意听，这是东密的坛城，不是今天叫你回家你就可以这样学啊，不是哈，你要正式的老师教，我只是讲教法。接下来，那你自己进入坛城，你可以接受灌顶跟教法，是很有福报。那万一你的亲人不能来怎么办呢？就像大乘一样，也会写牌位，然后丢入坛城。然后呢，这些眷属若好好修持，将来也会证到菩萨的果位。对于其中，然后呢，你修这个 Om Mani Padme Hum， 起码你会离诸很多贪嗔痴的苦恼。人间都有八苦交煎，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求不得苦，而且你会快速证得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现在看坛城，刚才介绍东密，现在介绍藏密，请看，这是极乐世界的坛城。我也好不容易找到这张图片，这张我好像是从印度跟尼泊尔带回来，请看一下，中间是阿弥陀如来，左上角有很多佛菩萨，我会细拍跟你讲。注意听，这个阿弥陀如来是彩虹的红光身，所以这是藏传佛教红教跟白教修的，他们也修阿弥陀如来。左手边我们看到白色站的是观世音菩萨，右手边站的蓝色是大势至菩萨，这是藏传佛教。所以真正的阿弥陀佛本身呢，它的本质也是空性的，像彩虹一般。接下来阿弥陀佛的右下角，这个坎卡的右下角显现的是四臂的白色观世音菩萨 Om Mani Padme Hum， 左下角是显白度母，绿度母跟白度母的咒有些是相同的 Om Dale Du Dale Du Le So Ha， 这样子有些传承会不同，还会加几个字。假如说绿度母跟白度母也是观音的化身。好，接下来你看阿弥陀如来本身它是彩虹的，所以我建议常常各位，尤其我在教一日禅观 Level 1跟 Level 2的时候，你要观佛菩萨是彩虹的，原因的关键就在这里，你不要观它是实体的，这是有经论根据，也事实上禅修是这样。因为当藏传佛教红教大圆满跟白教大手印啊，最后真身人生修成的时候，它就化为红光就离开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人家会问，那请问他修成了是真的跟假了的呢？他不见了，但是为了留下证据，他会留两个东西，一个是指甲，第二个是头发。你说这个上师一离开红光身以后，既然法座上只会留指甲跟头发，为什么呢？因为指甲跟头发是我们身体的所依物，但是指甲是没有神经的。请问头发有没有神经？没有。很奇妙的，没有神经可是它却会长。再举一个例子，中国九华山地藏王菩萨，我听过孟昌老和讲，大概60年还70年前，他亲自看到地藏菩萨肉身轿子抬出来的时候，头发是很长，而且指甲都还是很长很长的。可见你看肉身菩萨，对不对？他已经是肉身的，心脏没有继续跳，这是真的是超乎科学的。所以佛法很有很多是超越科学的，它是透过戒定慧的修持而证悟的。好，接下来看四臂观音菩萨的坛城，刚才是无量寿佛如来坛城，现在看四臂观音。四臂观音呢，它也有上面绿度母跟白度母，下面当四臂观音成佛的时候，它也会有两个眷属菩萨，所以一佛二菩萨就行为净土国土。好，请看上面右上角是绿度母，左上角是白度母。我昨天讲过，大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了救度众生掉下两滴眼泪，绿色的变成绿度母管消灾免难，白色的呢管健康长寿。我觉得观世音菩萨分工分得真的很好。接下来再看下面，他成佛的时候也有两位胁侍菩萨来护持他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好，接下来好看，在我们前面说过观世音菩萨曾经度六道众生。好，在找这个图片呢，我终于找到观世音菩萨度猴子，你看对不对？然后呢他发出猴子的语言为他说法，所以观世音菩萨从来不会舍弃一切众生。在我们凡夫认为猴子就是猴子，我们会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比方说你会把猴子跟猫养或是宠物养在家里，可是你不会养蟑螂，对不对？也不会有人养蛇啦，对，我听说呢有怪癖的人也会养蛇，对不对？你不会养呢蜈蚣蜘蛛这些呢，你看起来你觉得对人类是有害，为什么？你是用人的标准。可是在大悲观音菩萨看呢，所有的众生不管他化现什么形象，其实他都是有佛性的，观音菩萨都不会舍弃他。所以这张是观音菩萨化为猴子身而去的猴子的国度呢度众生。再有一张，下面一张，观音菩萨跟绿度母两个同时化现到阿修罗道的众这个净土去度阿修罗道的众生。所以当你有因缘去西藏或尼泊尔或印度很多寺庙里，为什么壁画里面它画了非常多，就是把经文从文字变为图案，所以叫经变。我再讲一遍，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叫经变，法华经经变就是把文字画变化为图案而画在墙壁上。好，这个是我以前去藏传佛教从书以及壁画里翻拍的。好，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坛城。什么叫坛城？各位若去过，我调查一下，有去过中国紫禁城或天坛的请举手。中国北京紫禁城有去的请举高一点。好，手放下。紫禁城非常大，对不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什么都毁了，但这个建筑是拔不掉的，所以里面的东西都空荡荡的啊！八国联军的时候都已经被抢光了。好，但是你现在这样走的时候是一层一层，但你观想一下，假如你现在是搭 helicopter 直升飞机升到天空去看，那紫禁城外面有护城河，一条一条的河，然后有东南西北的门，从天空中往下看就像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叫做佛国的净土。所以它外面一层是圆，代表护城河，东南西北有四个门，中间本尊住在中间，就代表它的宫殿。然后呢，每一个门有两个守卫，所以四二得八。然后有些门呢还多一倍，所以八乘以二就等于16。所以我昨天说准提菩萨的手是16只，是这样算的。
这就是好，再看下一章。好，那虽然四壁观音的坛城，但是他永远感恩他生生世世的根本上师，就是头顶上红色这尊阿弥陀如来。藏传佛教的阿弥陀如来是红色的。好，接下来你看观世音菩萨就居住在这边，这个就叫净土。所以在这里总结一下，请你自己写，所谓这个净土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作为你供养跟礼拜的对象，你可以写下来，我没有打幻灯片。第二个，对不对？作为你，因为你总是要供养嘛，比如说我们是供养佛菩萨，可是你到东密啊跟藏密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他们常常供的是唐卡或是的净土曼达拉，这是第一个，作为你供养跟礼拜的这个对象。第二个就是呢，它也是一个坛城，就是佛国土佛净土的显现。第三个是作为你在修禅观，不管是东密的禅观或藏密的禅观的所缘境，英文叫 perceived object of the visualization。 就是你现在坐在这边想，你可以想佛菩萨，我们大乘的人大部分都是想佛菩萨形象，可是在东密跟藏密的人，他是想佛菩萨的净土。哎，所以他不是只是画画而已，了解吗？不然为什么很多西藏的喇嘛穷尽一生他要上艺术学院或学习画烫卡？烫卡就是把所有佛菩萨的净土变成图像化，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四壁观音的净土，也就是曼达拉。好，那这里请看经文178页的第9行，你诚心祈请，你会亲自到这个净土啊，亲自现前。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假如你闭关，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修成功？其中有很多很多的条件，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假如你修念 Om Mani Padme Hum。你每天很认真修，在闭关的一段时间，你修1000万遍或1亿遍，在很虔诚当中，你在你的定中看到了极乐净土现前，而且你亲自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讲话，那就代表你修成功了。这个不是幻境，我再讲一遍，这是在特殊的因缘、特殊的仪轨、特殊的地点，你精进的修持，拿观世音菩萨亲自现前，而且你可以跟观音菩萨讲话，就像你跟妈妈讲话一样啊。妈妈很慈悲的，你有佛法的问题要问她，你要问她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可是在我们大乘里面，大部分见佛菩萨是在哪里？在梦中见比较多，或是在紧急苦难的，比如说有很多观音感应录里面发生车祸啊，我待会我会讲他得了癌症啊。好，我现在就讲一个好了，现在想起来就讲好了，不然我也老了会忘。我们桑叶精舍有一个师姐，她的一个朋友平常没有来上课，但她很认真的听 DVD 啊。有一天她不幸呢得了癌症，她真的得了癌症，然后呢她送到的医院去，结果呢这时候他升起怀疑心，因为他很痛苦，那医生跟他讲要开刀，他不愿意，他很固执，他说不，我就是要回去，死了我也不管，我就要回去。结果呢后来那个护士跟他讲，我们都帮你检查了，可是你这个病啊要安排3天以后，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好的主治大夫啊可以医你的病，可他现在呢就是 on holiday， 就是在国外，2天以后他会回来，第3天上班，那他我们就会排你。结果他那时候很固执，就是想回家。后来我们这佛友也去看他，带了他也问了师父，我就叫他带大杯水去他给他，然后呢他也就念观世音菩萨。反正人病痛的时候，你不要小看，不管他相信不相信，你鼓励他，这时候观音菩萨会放光。结果后来呢大家非常他很固执先生也劝，对啊，最后呢就不管他，就把他让他住在医院里。那天呢他也是闹情绪，闹了一整天，很累了，晚上呢吃完饭的时候，他就念观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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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了没有半个小时，突然观音菩萨出现了，白衣大士啊出现了，然后站在这个医院，然后呢就是门口上面的这样，然后洒他是甘露水，然后再喊他名字，你呀很固执啊。哇，观音菩萨喊他的名字，他吓了一跳，他说你呀要听话，你的业啊是可以治好，不要害怕，我会护念你，可是你要耐心等3天，
这个医生是你的贵人，开刀完把你的癌细胞切掉了，你这辈子还活下去。哇，他看到观世音菩萨，他还没有皈依耶，他就是平常人家劝他念啊，紧急苦难他念啊，对，好，然后他去念，真的见到观世音菩萨现前了。晚上只有他看到，好，到了第二天呢，他先生来，他说：“老公，我决定了，我一定留下来，我怎么都配合你。”他想你讨个派给你，你昨天是不是撞到？他说：“不是，我昨天看到观世音菩萨现前了。”我的学生跟我讲，我说：“很好，他得救了，不会死，你放心，叫他继续念观世音菩萨。”所以各位不要小看，你觉得人哦，因为在苦难当中哦，你念观世音菩萨，你的心会很恳切。那你会说，哎，师父他没什么学佛，为什么看到观世音菩萨？答案，他过去拜过观世音菩萨，他过去也学佛过，对不对？所以他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嘛，苦海常作渡人舟啊，啊，所以看一下。千手千是观世音，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的坛城，这个就比较 colorful， 对不对？东南西北四个角还有很多佛菩萨本尊，佛菩萨对一切的众生，过去现在未来啊，他都听得到的，真的不要怀疑。当然一下子要你相信可能很难，慢慢来。师父会建议你可以看这边，我手上有一些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录，这些都是真实的。对于初学佛的莲友，我建议你多看一些故事，对老修的老朋友，我也读引多看一看。为什么？因为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放弃，乃至于我现在跟你讲话，大悲观世音菩萨也有听得到啊，知道吗？极乐世界莲池海会佛菩萨都听得到，新加坡在讲大乘庄严宝王经啊，就算你感受不到，师父可以感受得到。虽然今天高朋满座，我可以告诉你，不是只有你在这边听啊，外面玻璃外面还有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在听经啊，我可以感受得到，但是不用去炫耀，免得把你吓到，对不对？所以你真正要相信观世音菩萨大悲心哈，这是另外一个比较更彩色的千手观音菩萨的坛城。好，所以亲见坛城是成为你自己闭关里，表示你修持证悟到某一个功夫啊，不一定开悟，就是你修持。有些人闭关三年三个月，有人闭关半年，有人闭关三个月或有一年都可以，就短期式的闭关。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各位一个建议，请写下来。假如各位这几年我来了东南亚弘法，很多人都喜欢去朝圣，假如你去了印度尼泊尔，或是菩提迦耶，或是满愿大佛塔，然后呢去了四大名山，接下来师父要建议你，你要到圣地去闭关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最好能够有一个月。可是因为现在各位工作都很辛苦，不过若退休的老菩萨，那你就有福报嘛，你再不闭关啊，你一只脚就踩到棺材里了。你要发愿啊，你有这个愿心，起码你到圣地去闭关一个月或是一个星期，那个感受是不同的。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走到藏传佛教的时候，他都会鼓励你去闭关，因为你只有在闭关当中才会真正超越自己多生多劫的恶业，而真正证悟。有小悟，有中悟，有大悟，像中国禅宗有破初观、二观跟三观。以前古代中国禅宗的禅堂，有些人做蒲团了，都做破了5年10年而开悟的。可是先决条件呢，你要升起一个出离心，请写下来 renunciation， 就要学着家里要能放得下。放下是指你的心要放下，而不是说，哦，我们先去闭关，然后呢，然后现在去装潢一下，还有水电，还有 KTV 再来闭关。那不是。好，你真正要能够啊放得下。所以我建议你，假如你已经有去圣地朝圣，很欢喜也圆满很多地方的人，接下来应该祈愿，祈愿你就呢好好努力，是真正呢藏传佛教或是在印度在尼泊尔有很多闭关中心，也会介绍给外国人。像举方说，我待会再放的短片，红教跟白教，普拉哈里跟雪谦寺就有 guest room，各位可以上网查，他也接受你外国人到那边去闭关一个礼拜。有，现在都非常 Westerner， very organized， 最重要你有这个愿心。
好，请看下面经文，这一段很重要，178页第13行，比阿舍离，就是为你传法的叫阿舍离，不会随便乱传的，妄传，要有善巧方便，对于身佛法上师本尊护法很深信，而且他有做大乘加行，包含东密的四加行或金刚乘的四加行，真正为了利益众生而求到解脱，这样的人呢才会应语，应语就是传他密法，简单的讲密写下来不是叫 secret， 应该翻成叫 very profound。 很多人都误以为啊，密就是有秘密，好像不可以告诉别人，我们又不是一贯道，一贯道就是告诉你啊，太太呢在佛前发誓，你是不可以告诉老公的。佛法没有什么秘密，佛法是你深奥到不是你一般人能懂。举一个例子，像师父有手掌，我跟你握手的时候都是这样握嘛，对不对？平常你可以看到我们合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我的手背，没事我不会给你看我的手心吧，对不对？对不对？除非你喜欢看相看命的时候，你才会给人家看手掌嘛。那这个外面的手的外面，这个代表显教，手的里面代表密法，密是叫深奥到不是一般众生可以理解的，这叫 very profound 或 very deep， 这个才叫密法的真的意思。很多人翻成 secret Buddhism， no not a secret， in Buddhism nothing is a secret， 知道吗？所以语言跟语言哈，师父受过学术训练，我讲的都是有根据的。很多人翻成 secret， 那就为什么 secret is very personal very private， 然后你就产生幻想，没有。而重点是什么？阿舍离就是作为老师是看他第一个根性戒定慧具足，有深性，然后呢有修加行四加行，真正求了解脱，这样的人呢、应该教他。所以在金刚乘里面会发生一个问题，注意听，就是很多人去学金刚乘就会觉得师父都不公平，好像呢上师教他，哎，为什么我不知道，就 jealousy， 因为 you are not qualified you are not capable， 知道吗？就好像药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吃的，上师会教共同的教法。举个例子，对我商业精舍来讲，显密圆融呢都是教呢大悲神咒、六字大明咒、普贤行愿品，我一定教的。可是有些老菩萨他也曾经跟我讲啊，他很喜欢师父，他的愿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说师父我老了我没办法修金刚乘，我说可以，那你就给我念普贤行愿品跟无量寿经，好好修大乘佛法，你也可以去西方极乐净土，你念大悲神咒还有往生神咒，知道吗？你要很用功。那有些众生呢，他学了大乘以后他有金刚乘的缘，我就会教他密勒日巴、来伽玛巴还有莲花生大师。不是我不公平，因为呢每一个人的根性不一样。可是我们常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很多人就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哼，师父好吃醋哦，不公平 unfair， 不是，这是你的凡夫心。好，再讲一个啊，我今天会讲一些，对不起，我最近讲话会有一点点激动，这样激了呢这个7次了，快3年半一次把它讲清楚啊。金刚乘很多人我看到是这样看，注意听，红白黄花，就这样来一个道场就跑10年啊。刚开始看到这个仁波切，哎呀仁波切好庄严啊，然后呢就参加一个佛学会啦，然后呢开始做，哎，不学惹已，哎，做了就生烦恼了，然后呢金刚师兄弟会嫉妒会吃醋会分党派，结果就闹情绪了，有时候上师要磨练他，讲他一句，哎，他就不高兴了，好，那就换另外一个道场，然后就开始又学咯。啊，师父我跟你很有缘，我跟你去印度，我去尼泊尔做功德，师父我觉得我好有跟你有缘，好，师父就给你做干部了，好，做了干部开始磨的呢，哎，又开始 the same pattern is happened， 知道吗？然后呢就修说，哦呀，啊，师父，啊，我 broken my heart， 一生气又到另外一个传承了，一个10年两个10年三个10年，人生有几个10年啊，答案看师父。结果呢四个呢这个10年红白黄花，结果呢你从来都没有修上去，
所以翻过经文请看179页16行丙三专精此法，请把专精画起来，专精画起来，现在就画，很重要， focus and concentration。 假如你这辈子要开悟，注意听，你只能走一条路。有人刚开始一定会啊，就像我讲嘛，你有小学老师、国中老师、高中老师、大学老师，你都感恩他。可是今天你要做 research 达到 degree， 你只能跟一个老师，跟他上去，看这里，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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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到了山顶以后，你开了悟，四条路你都可以下来。这是我潜意识上师贡噶活佛对我的开示。这个是真正开悟的人才会讲这样的话。注意听，专精，你不要误以为说师父要抓着你属于自己的。我说过，佛跟菩萨是无我，真正开悟的上师才不会抓着你，他恨不得你们全部都走啊。所以你不要误以为，有些人会很不信，为什么你会觉得上师控制你？因为你觉得上师有神通，你有感应，你总不能呢动不动呢就希望跟他攀 special relationship。Special relationship sometimes is very dangerous for your practice。 还有假如你去不丹啊，注意听，去不丹朝圣的人，不丹人最喜欢跟你扯，哎呀我看到你很欢喜，你前世是我妈，谁是你妈，哎你前世好像我姐姐，我们两个很兄弟，很有缘， buddy buddy， 我跟你不太熟啊。哎，不丹人的民族性很奇怪，很喜欢跟人家攀关系，complicated motivation， 你必须读经论你才会知道这样。我再讲一遍，刚开始前几年你可能会在红白王花，也在广论啊，这个手上师红白黄幡，反正通通灌嘛啊，就灌得满头包，给你两三年吧。可是你必须选择，请写下来三个字，三 C WC 的 C， choice， chance， chance 也可以，change， 改变。第一个， life is on your hand， it's depend on different choice， 选择嘛。When you meet different chance， you should catch it， then your life will be changed。 也就是说你遇到了机缘，你要选择，就像你今天选择来听经跟不听经，没人强迫你啊，师父也不能拿一个刀，对不对，来你非来给我听经，那待会呢你要 call the police， 还告新弘法师性骚扰或思想控制，哎呀阿弥陀佛，现在的徒弟啊，什么话都可以说得出来的，真的。所以你说你怕师父，师父更怕坏徒弟呀、啊、知道吗？在金刚乘，在东密啊，在找寻上师这条的路上，就是成佛考验的道路。那这些话都是我真实体会过的，所以你刚开始会跑很多，可是你必须决定啊，你不能说，举个世俗的例子，你交男朋友跟女朋友，你不能说我一个交七次交三个，然后每个我对他都很好，表面上对他很好，可是呢事实上 not deep not profound， 那三个都会跟你玩，你到底要不要跟我结婚啊，对不对？同样的，你表面上你觉得你有很多很好的老师结了善缘，可是老师跟你讲你不会开悟，为什么？答案，你的心没有 focus and concentration。 真正好的老师就是找，打也打不走，骂也骂不走，属于中国的禅宗，大家知道达摩祖师面壁九年，谁站在外面呢？二祖嘛，对不对？站在雪地里断臂求法，这个就是大手印啊。你有没有这样的道心呢？对不起啊，我要讲清楚啊，我没有叫你待会砍手臂给我啊，那我还要呢讲很多麻烦的，我还要请大慧净明要处理很多呢啊，麻烦呢、啊、不是，是说他那种精神啊，你有没有为了生命，我们中国也讲的话，置身死于度外，假如你有这样的道心，你绝对会找到真正的善知识，了解吗？问题你没有 Dharma shopping in the shopping mall， 这是真的，我跟你讲，这是你结善缘，但是你不太容易开悟，师父也不能说完全这么绝对说不会，不过真的不会开悟。为什么呢？因为每个老师他有不同的标准，你跟了白教，白教上师他有他的要求，
你跟了红教尼玛巴的老师他有要求，你跟了格鲁巴菩提道次第广论修宗喀巴大师上师相应，宗喀巴大师上师相应他有他的要求，我四个教派都有老师，最后遇到了伟大的第十七世伽玛巴，我的心就定了，我全世界就不会再找别了，因为我已经找到成佛跟解脱的道路了。那假如我要去见其他的老师，我会问我老师的意见，他同意了我才会去见其他的上师。就像举个例子，来 again， 你现在是一个 supervisor， 在大学里叫 PhD， 你叫 law， 现在有学生呢，哎，听你的课也跑到学校课，他跟你说老师我很喜欢你，我很喜欢你，可是好 so excuse， 你今天的课我不来，他跑到新加坡理工大学去上课，跑到别人去上课，别人的去上课，他很认真啊，都上了别人很多课，请问你当老师你感觉如何？ Honestly， 你怎么教这个学生啊？对不对？是不是呢？然后呢，你若要真的跟他做 research degree， 那你就要先跟他这一套好好的学习，等到你毕业以后，你才可以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的老师也会呢 recommended you go to another university or go to another country 去做呢啊 postdoc research 嘛。世间都这样，那何况无上的佛法？所以请看经文，真正好的老师不会把很高的教法随便轻给传给别人，答案不是他自私，而是这个弟子 not qualified。 所以达摩祖师一脉单传，传到六祖慧能大师，中国一代的禅宗祖师只有一个而已。五祖传到六祖讲了什么话？世人永远不会知道衣钵的真实意，只会为衣钵争名夺利，明争暗斗，所以到你衣钵就不会要传了，传心法，了解吗？中国也是有传承，金刚乘也是这样，你抢到很多哦，我是某一个上师的弟子，其实你没料没有用的，知道吗？各位听懂了吗？虽然有点严肃，但是这个是救你的法身慧命，不然生命这么短，你要东抓西抓，东抓西抓，那就等来生吧，对不对？啊，请看下面，不应与外道意见，也就是说，真正好的阿舍离不会呢推荐你，会叫你学外道一些奇奇怪怪的咒术，而是叫你纯正的正法，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这样才能够亲见坛城跟本尊现前。假如你修大悲神咒那十万遍的话，那你在定中或梦中或在你持诵的时候，你就会见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现身，对不对？同样的啊，你若说东密或藏密，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呢都有一定的数字啊，四加行的功课就是要忏除你无量无劫的恶业。好，接下来再看丁巳，善巧方便，善巧观想结印，事实无量寿如来印证等觉，告诉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善男子，若有这五种颜色的宝的粉末安置了这个曼达拉以后，若善男子善女人，假如他很贫穷，这个很贫穷，没有办法布置这么庄严的坛城，或是准备这些金银珠宝或香料的粉末，怎么办呢？很好啊，他为一切后代的众生问，你有能做，那你坛城就布置得很庄严，没有怎么办？没有关系。观世音菩萨言，请看，观自在菩萨白言，世尊，当以种种方便，要种种颜色的做供养，起码要供香花灯果烛，所以这就是普贤十大愿的广修供养愿，请你写下来。很多人都问我，师父，普贤十大愿很殊胜，怎么修？写两个，一，先从忏悔业障修，第二个，每天请你给我供佛供水，那个不会有多少钱，你啊没有福报啊，要广修供养啊。那当然我也知道新加坡的住宅现在是越来越小，所以师父为什么会印很多佛卡让你去供啊？你就是没有福报吗？现在叫你去供啊，你还是不太听话啊，对不对？还有人就跟我说，哎，师父我们家不方便，我说那你家有没有佛菩萨呢？他说啊，我也看不到。那我就反问他，若观世音菩萨来你家，你今天开不开门呢？他说师父我开啊，众生很难啊，
第一个，先从忏悔业障验修，忏除你无量劫的恶业；二，先从广修供养，供香花灯果烛，不能的话起码供一杯水，还有供个香。啊，现在又问题来了，哎，众生真多问题。还有呢，一个莲友跟我说，师父，我供香很好，可是我的先生哦，有那个什么 cough and flu， 对不对？然后什么还有鼻窦炎，然后呢，那医生说这个气管不太好，不可以闻香。